CP 重新搭配，就招三了，是不是？哇，三大不是演技会勾人，就像好男人的脸，朋友间的勾搭，手轻轻的划过我的双眼。选了三德女作为新人的 CP， 不管对谁，我都没有预谋。选别人，我又不能放什么屁。我和柴成文肯定要打一架。你成为最佳候选人，我选择去死。一如既往的站在他这里。我不信他笨到这种程度。这就没意思了。我有武力过来。蓝队获得胜利的张亮。然后一直在左右金子选学校。我问你，我什么时候我都把你给我出去？他会大干一场。我和你安静。大哥，我喜欢你吗？他妈有病吧？你给我死开！把我给滚滚！今晚结束完美假期的是张扬，最后一张张扬。上周圣斗士学霸张扬成为第四位退房房客，这一天刚好是张扬32岁的生日，完美的希瑞邀请张扬重返完美别墅，并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狂欢 party。 你不摸我吗？谢谢金凡哥，谢谢。我要感谢希瑞，因为有你，我32年来第一次过生日。然而，这场所有人精心准备的生日狂欢，不仅给张扬带来了感动与惊喜，也给完美别墅带来了意想之外的危机与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把我全脸抹了，他抹了不说，他还把我嘴巴拉着不放，然后他指甲把我的整个脸，把我下巴都磕破了。小宝，我跟你说过了，我居然就拿指甲去划破朱可儿的脸，简直就是蛇蝎心肠。但是他终于有弄我蛋糕的时候，弄我脸的时候，我把他手推开了，没弄成。他惹朱可儿是明着惹，惹我只敢暗着惹。怎么回事？先别弄，你们怎么打上我？不好意思啊，真的很难。这是个有利的时机，别过去。这是个有利的时机，别过去。需要找一个没有看不到手机吗？三位退房候选人，讨厌我就讨厌我，你现在哭有意思吗？快尊重我吧！道歉，对不起大家，赶紧把我淘汰吧！你不会让我在这里憋死的啊！可能因为我追他，所以力气用的会是有点重，但我绝对没有蓄意想要掐他或类似之类的。他本来是刚开始想针对王蒙的，他想打王蒙，但是他打不过王蒙，他就跑过来就欺负我。他可能是觉得我最好欺负吧，所以他就得逞了。你不要用手抓，要吵架吗？你们不要用手抓。他先打架。朱可儿是先来攻击我的，所有人都觉得他脸很单纯，没心机，显然不是。我刚刚在帮你画爱心，后面他跑过来就把我脸抓破了。哦，是吗？好的，我马说他。他故意的，好吗？那我明天怎么样上节目？不是被碰了，别人只是摸了一下，别人只是摸了一下，他为什么要抓出血来？总是觉得别人好欺负是吗？不是，谁好欺负呀？我从第一天到这里，我每个礼拜每天都有人针对我，针对我的就坐在这个桌子上。很简单，为什么会变成黑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某些人。我刚刚被他拍了两个耳光，我也说吗？什么叫公报私仇，知道吗？喷在别人前面很了不起吗？每个房间谁骂人的骂的最多的，谁黑粉最多，大家心里很清楚。三W，你至于吗？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节目，被人黑成这样，你回去还怎么做人？那你就滚回去啊！别这样，好不好？别这样，不要再这样，去吧。来，不要吵，
住口 ，Shut up！ 我不太愿意用"大耳光伞"的字来形容那个场面，而且我平时不是一个愿意去说别人是非的人。今天晚上朱可这个种种冲动的行为，让我叹为观止。不管是出于对张扬今天过生日的尊重，还是对观众的尊重，还是对现场每一个在座的房客的尊重，都不应该出现这种行为。这种事情太过分了，没有教养，甚至可以说是。王蒙跟可儿的做法呢，我就觉得他们有点故意了。嗯，可儿又是很情绪化，又是要打人啊，又是这样那的，然后王蒙又是很用力的去掐住 W 的脖子啊。中间是因为三 W 主动过来弄我的，弄我的脸，我把他推开，然后我才弄他的。因为我的行事作风跟我这个人一样，就是你不惹我，我就不惹你；你要惹我，我一定把你按在地上弄你，就是这样。但我并没有像他那么恶毒，用手指甲把别人脸划伤流血呢。三 W 说我想黑你，我请问你的黑粉有来我房间黑我黑的少吗？三 W 你自己做什么事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我现在就直接说，好不容易跟你和好，你又勾搭，勾搭，不是什么勾搭勾搭，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说过。如果我跟三 W 说话，你再插嘴，你可以试一下，因为现在是两个女人在说话，你可以闭嘴。怎么样？我就是插嘴。你干嘛呀？你白爱你啊！好了，朱可。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跟朱可儿闭嘴？想想你自己是什么货色！来了，不要吵，朱可儿 ，shut up。所以说，男人都一样。你跟我当 CP 二天，不管有没有任何感情，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真的不行。朱可儿，我跟你当 CP 二十天，你来我房间有超过两次吗？而且我求着你来才来的。而翁文伟是你每天都会去，我不是为了比，我比不过人家有魅力，我知道怎么样人家都是好。但是请你不要每次就是，在人前就表现的就是特别伤人。我们都懂，我们都懂。今天我也对郑晓旭有时候改观，王蒙真的是就我来帮他，做过非常多的有心有意的事情，最后呢都比不上孟伟伟 CP 的三天，他也是心灰意冷的。张扬生日为什么只吼别人，不管管你自己？他喝了我就喝了，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永远不管管他。好，王蒙，王蒙，我跟你讲，我他妈的不会哭。哎，王蒙，不然有人真哭假哭，自己有本事哭。还有人说什么想来房间，你把那个酒瓶子卖了吧，找我呀，弄啊！我可不是朱可儿，随便你利用。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最真实的想法，我就是讨厌三 W 跟杰森这一对。真的不太喜欢，就是很暴躁的女生。说翁卫伟的话，我觉得他就是说，其实是受到蛮大委屈。其实我说也又割破了，就是说大家稍微克制一下，就是说让张扬过个好好的生日，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一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我们到底想表达什么？貌似是在攻击这一次，其实是在攻击我，就他找一切的点在攻击我，所以导致我后来很沉默，在完美假期很沉默，因为我发现我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夸张成这个样子。你知道所有女人讨厌你知道吗？可能知道啊，所以你只能勾引男人喽。勾引了吗？单独聊这两个小时，是不是你？你看到了吗？你看到啊？你还说你在男人房？好恶心啊！这太恶心了！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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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每个人！是啊，我受伤的不是你，一直排名第一的都是你。不要吵了，不要再吵了，你有什么？组织工作了？对不起，对不起，住口！住口！说什么呢？不要牵扯了，好吗？朱可儿身体欠佳，哎，我要洗个脸呢，你烦死我了，你在干嘛？凭什么呀？我回家呀。凭什么是那个贱人在作祟？凭什么你走啊？我不想在这里。妈了，真会演戏。你看小莫怎么说话？我搬过小莫那么多次，小莫说你们别在这里吵了，又不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他不想听见你们吵架吗？我每天在这里，我只是想让我的粉丝看到我最好的一面，我又不是天天哭给他们看，我不想吵架。为什么每次都要惹到我？你没错呀、啊。我一点都不想哭的。因为听有人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哭，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在上海过得好好的，我都没有错，那你就不要拖呀，是不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我不想看他们吵架，有意思吗？
药草怎么办呢？你这酒瓶，你这酒瓶能不能准一点？我刚好像我说这话可都是骂了，无所谓，要是我就真的准。他说我自己把自己的脸抓破，怎么那么不要脸？我不想在这里。你走了，见人就得志了。你让他得罪我，我不想跟他再吵架，我不想再跟他见面，我不想每天被人打，每天还偷我的东西，还我当他朋友，他还插我两刀，我不想跟他，我心里面真的很疼。可儿别闹，我嘴巴真的被他抓破了，他是这样抓的，他真的流血了，看到我看到流血了，小欧赶紧的，他觉得心疼，后面他又说我是为你好，我知道没有人欺负你，没有人骂过你，也没有人说过你。小诺。客观的角度觉得你真的是很无辜，我还是挺心疼你的，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欺负你一个人，我觉得你还挺可怜的，然后我就特别想保护你。我想跟你聊天，从早上开始我不知道你是钻石房主的时候，我坐在这个秋千上跟你聊的都无关于任何目的，真的没有目的。不哭了好不好？不哭了，大家都知道你受了委屈，真的谢谢小诺，谢谢思思，没事，走。不要不要，都不要了好吗？快点！干嘛？海关，海关，我不想投降，你们放手，你们放手，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待了，我要回家。你干嘛啦？明天走。你是来干嘛？啊，可儿，你也自己知道，你不会走，知道吗？可儿。你不要这样，又不是你犯错，我们现在说的是为你好，怎么了？你发什么神经病呢？哎，怎么了？你发什么神经啊？楚腾，有病啊！你不要这样啊！你真的不要这样啊！要不是为你好的人，你就马上滚出去。你这样是见人得逞啊！你说你已经被他害过很多次，就不要再被他利用就行了。可是你刚刚你不要你这样就啊！你旁边来哭吧，你哭的毛先生看到又说你了，在那儿，毛先生又说你装，其实最装的是他。扛上去！妈呀！扛上去！扛上去！你不要搞伤我，今天我睡都是你啊！就学我的衣服这个。不要抓到他！哎，你不要哭，快不要哭，不要哭。还有今天我们刚刚吵架的事情，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们。可能有，我觉得大家是都有，怎么说？误会，还在没有沟通那么好。完美别墅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无厘头的小插曲，聚散离合，难过欢笑，呐喊寻觅，不用遗憾，放弃昨天是学会勇敢，一起分担是拥有温暖，但因为有彼此，所以都值得欢喜。血流成这样子，昨天哭成那样子，都没有人心疼，看都不看我一眼。昨天把我全部人生都毁了，你知道吗？
我一个女生啊，变成了这个样子。正在，请大家前往游戏区。Let's go！ 钻石房客游戏，八位房客需要在蹦床上跳跃并记忆开锁密码，打开密码锁后剪断对应炸弹导线则完成游戏，用时最短者成为钻石房客。连续三周站在风口浪尖的翁伟伟渴望借此次机会完成漂亮翻身，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王蒙与朱可儿能否让他得逞。本周钻石房客的权力升级将一次性指出三名淘汰候选人，又是谁最终会拥有完美别墅史无前例的至高权力呢？预备，比赛开始。看哪边啊？哇，李永俊跳这么高。大家开密码的速度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快，如果打不开回到蹦床继续蹦。我对于我这周的处境以及这个安全有一些担心跟想法。哎呦，我打架。我跟你讲，我他妈的不会哭。哎，王蒙，突然有人真哭假哭，自己有本事哭。还有人说什么想来房间，你把那个酒店卖了吧，找我呀，疯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成为钻石房客是我在接下来这一个礼拜所有表现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项。我才是不老汤吗？是啊，广州笨鸟最多。啊，好的，微微已经打开一个。如果三百五当上房客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心就会死。因为他的手段，加上他现在的权力，以及对男人的迷惑程度，应该是90%会是我走。对于我来说，我当然想争取这个钻石房客的权利。哎，假装再弄一弄吧。好了好了好了，哦，开了。王蒙成为钻石房客对我会危险很多，因为从开始进入这个房子以来，他就是对我有敌意的，而且他性格本身就是一个报复性极强的人。我就是孩子。时间已过5分半，这是你的没开了。 OK OK， 小诺也打开了一把锁，开了开了。7分半。在游戏中小诺表现非常非常好，对钻石房客我还是挺期待的。下一个动作，但不一定能捡开啊，只有2根是对的。OK， 时间再快速倒，快快快，还有还有，快快快，抓紧。选其他的线。 OK， 小诺成功，8分21秒。今天的比赛最好成绩来自徐小诺，8分21秒，冠军是徐小诺。恭喜徐小诺成为本周的钻石房客。徐小诺请仔细听好，本周的赛制有变化，三位退房候选人都将由你指出。我是钻石房客，不行，我一晚都没有睡，但是我也没有想过了投谁。请你在明天中午1点公布三位退房候选人。你手上的权力非常非常大，请你谨慎思考。好，我就不选了。放大锤啊！将我选谁？自动报名。我不报，因为我要靠自己的本事淘汰出去。千万不要抓阄。Follow your heart， 跟随自己的心，这是金庸训的名言。我自己的心就是抓阄。我跟你说了，什么王蒙啊、朱可儿有可能会来找你，碰到这种人，尽量远离。该投谁就投谁，你也知道投谁了吧？那我投谁啊？朱可儿，不想走吗？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待了，我要回家。我想自己退赛。那走啊。王蒙啊，这是有利的时机，别过去。就是你偷的，怎么样？老挑事儿，挑事儿。干嘛要挑事儿？这开心心多好啊！张扬人生中第一次过生日，成了一个闹剧。我现在看都不想看了，真的。你可以睡过来。我怕瞎，眼我真的看得很。
我已经下了。尔康，尔康，你看得到我吗？我看不到你。你看得到我的尔康的鼻孔吗？我看到你的手，你的脸，你的血。各位房客，请到客厅集合。各位房客，本周赛制有变，不再由人气产生退房候选人。钻石房客徐小洛，三位退房候选人将全部由你提名。相信这十几个小时，你的内心一定纠结万分。至于小诺当上钻石房客，我选三个人是谁呢？我到我们手干扰他，小诺跟我说他要选他们三个，可能让小诺一直说气话罢了。钻石房客徐小诺，请宣布你最终的选择。我第一次当钻石房客的时候，我有抓阄，我觉得这样是很幼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做出决定。我希望他选三大波，我接。我是跟他。应该来说是最生疏的一个吧，可能会被选。我觉得可能小诺选择三 W 还有朱可。其实一开始我是不知道选谁的，然后张扬的生日发生的事情呢，让我有了决定。那你就滚回去，你别这样，就是怎么样？王蒙、朱可、三 W， 因为这些问题是因他们自己而起的，所以这个后果。也应该由他们三个人去承担。所以我的选择是王蒙、朱可儿、翁伟伟。我宁愿是自己退出，我也不宁愿被偷走。我的确觉得我们昨天三个人是冲突的最大发生者，所以说我能接受这个指认。我非常平静，因为在昨晚的时候我就猜到一定不是我们三个人。昨天之前有没有料到小诺会选自己？其实选谁都可以，只不过我们三个的确吵架，选我们三个是最合适的，这是实话。很多网友今天过来刷，说小诺跟思帆亲眼看到我掐三 W 的脖子，赏他两个很大的巴掌。对，我是有看到你有按着那个 W。今天所有的网友都来刷屏，说是你们俩在钻石房说了很久，然后说张思帆亲口说我没有人品。说我很差，然后就说我有心急，让你离我远点。但是我知道这是网友说的话。不，我说过。你真的说过？我说过。原话是什么？我原话是，我不希望小诺受到伤害，我希望他可以离你们远一点点。我只针对昨天晚上的事情。只是因为今天太多人说了，所以我就问了一下。你有说过人品很差这种？我说了，我说这个人品有问题啊。说这个事件的人品有问题。对，我说人品有问题，绝对的。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人品有问题。好的，谢谢你为你的女人撑腰，真是个勇敢的男人。三姐夫石高徐，嗯哼，感觉你经过昨天的事之后，你更爱三打不留了。是的，是的。哇，好甜蜜啊！三打不溜，三次进入退房候选，都说是不过三，你觉得这次你熬得过去吗？我希望自己可以熬过去。接下来，我要给三位退房候选人一个机会。同时成为退房候选人的翁伟伟、王蒙、朱可儿接到了置换游戏的任务，三人需要合力将100斤重的石头拉起，用15分钟。挑战成功后，三人内部投票出一人脱离退房候选人行列。在三人战争逐渐进入白热化的关键节点，在王蒙与朱可儿携手复仇的决心之下，身处劣势的翁伟伟能否抓住机会改变命运？心思各异的他们会如何面对挑战？又会有怎样的投票结果呢？谁拉中间？真的？我拉中间吗？你算了算，你别拉中间了，力最大的人拉中间。陨石净重100斤，祝你们好运。100斤。对于他们三个女生来说，是可能会有点难度的。石头挺大的，我觉得三个人估计有点难。每个人都要相当于负重30多斤的重量。计时开始。可以笑，可以说话。哎，我要背对着，我不能看时间。
加油，加油，加油！你省点力气吧。你别别别别笑。我在呼气。哎，我觉得拉高一点还是爽一些。我们要耐力，不是拼那个冲劲儿。那你往下这样掉了又有什么意义呢？爬那么高有什么用呢？军力行吗，大姐？你别老动行不行？我求你了，大姐，你就正常的站着，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不行吗？真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我拍死你！你点力气好吗？求你们了。爱上你不需要理由，你到底懂不懂？伤心快乐在回忆中反复的交错。快穿快穿快穿，好重好重，加油，你感觉越来越重了，感觉手快断了。我往下拉点吧。哎，放在肩膀上好吗？好，我的头快断了，我们再拉下一点好吗？刚刚是谁呀？还等什么？还只有四分钟，坚持坚持，全身发抖了。求你们用点力。谁没用力啊？我都恨不得把我脖子给绑上，大姐。还只有三分钟了。哎，3W， 你用点力好不好？突然感觉我这边好重，然后就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用脖子一勒，就脖子这里勒出了一道痕迹。我壳儿一直呛着。我觉得是翁文伟没有用力，脚还翘起来。说真的，谁最拼，观众应该看得见。不管你怎么做，总有人要站在你的对面，指着你鼻子说是你的问题，那个就没有办法了。可能伟伟他看起来不累，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来吧。王王一直控制这个的游戏。都别动，别动，还有20多秒。最后10秒，你别啊！你不让我杀人了啊！5、4、3、2、1，到。时间到，可以跑。你干什么？我也是。妈妈呀，我的。朱可儿、王蒙、翁伟伟，恭喜你们挑战成功。我可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啊！你看我的手，我以后还怎么样拍写真集？可醉了！啊，我胳膊。我们现在讨论吗？只有十分钟啊！啊，怎么商量啊？你问他的意思呗。我不知道选谁，说实话。我决定让你免除淘汰候选的。我投你自己的。你要投自己是吗？不是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投自己。要不这样，他选你，你选你自己吧。为什么？这样就两票，你就出去了呗。要有他们在的地方，显然对我是都不利的。对，这就是实话。最后谁出来，还是得看，谦让的态度以及心理想法吧。我现在其实已经被今天晚上8:18弄得已经心力憔悴，还是会很不舒服，你懂吗？我知道。好吧，那就选择我吧。决定了，说完了没？好了，就选我吧。石头剪刀布啊，不然这样最公平。选我吧，因为我在想。那好吧，那我选你吧。他们一直不坚定，还在那里聊，然后我就说那就选我吧。请给我一个结果。朱可，选了。我选王蒙，不好意思。他选我，我选我自己。啊，你选自己啊。那你就你吧，就你，朱可儿，对。确定吗？确定。三 W 中间说有投我，想让我出来。我想他考虑的原因是，最后可能是要内投，他赢朱可儿的胜算会比较大。我没有去预想或设想太多的可能性，但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是逃不出来的。现在，请你指出一名房客与自己进行身份互换。我觉得他会选杰森，因为其他几个人也没法选。自己被换成一个退房候选人概率是非常高的。那我越狱吧，我答应他们一起。信我吧。没得选。什么？叔叔，对不起。没事。
金晨不是跟三打不是情侣吗？对于我来说，就这个组合还是让我，我觉得他是挺悲剧的。这两周一直都在候选人名单里面。推翻候选者的话，也对那个三 DB 的看法也是想保护他一下，更加的喜欢或者是更加的照顾。经过昨天的事之后，你更爱三打不留啦。是的。为什么三观正常的人在这样的节目里面会？现在为止，这三个候选人的关系，我觉得是挺复杂的。好，也是想保护他一下，更加的喜欢或者是更加的照顾。现在网上都有人说，其实刚开始听我讲，网上有人说我打他这个事情，其实我根本没有，为什么会被吵起来？嗯，我现在怀疑三 W 带手机进来了。有网友说看到他今天手上拿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去那个厕所，一个小东西。我觉得他后面水军特别多，就是他白天都票都不是怎么涨，三更半夜晚上票蹭蹭蹭往上涨。有一个人就很玩，他说。三 W， 我留下你就是想看你撕逼的。三 W 凭什么留下来？为什么会留那么恶心的人在这里？干嘛呢？咋了？打架！干嘛？不要你过来！我们的人气确实是往下跌的，但是他的人气却是往上涨的，就很奇怪啊。这个事情本来网友根本没听见也没看见，怎么会突然吵那么大的事情？我怀疑是拿手带手机，真的有网友告诉我好几次，他手上拿个小东西。去那个厕所，一去很久。像类似所谓说他所讲到的什么在厕所做了什么，在更衣间做了什么，然后柜子里的什么，这种场景都是不可能被拍到的东西，他老是找这种点去污蔑我，里面肯定是没有手机的，这是一场戏，蓄意的戏。
昨天后悔自己回来时候没有当面搜，我们害怕这个事情又被扭曲化放大化。你昨天清楚听见了吧？然后他嘟嘟嘟嘟这样子，就是手机的声音。如果我今天道歉的时候我说每个人听见了，我希望你能实话实说好吗？现在都在，我要说件事情啊，我要跟所有女生道个歉，站起来道歉。因为呢，我做了一件就是比较冲动的事情。我在洗澡的时候，离洗身前10分钟听到柜子里面有很明显的手机的震动的声音，然后有好多次然后听到了，然后之后我就把衣服披出来，然后就没有经过同意，因为当时一直在震动，然后我就脑子一热就有翻女生的那个衣服，因为声音太大了。不是镜子后面的声音吧？因为我跟他当时他跟我在那儿，因为我刚刚一回来在外面回来嘛，洗衣服嘛，就听到好几声，他就跟我说你听没有？我说啊，他也不听了，然后他说啊，你他说你再听一点，好，好了，一关水，手机的声音。我要不说的话，藏了一个月啊，那挺牛的。而且我确定不是那个摄像头的声音，因为我用手机有10年了，就是我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但是我要跟大家道歉，因为每个人的柜子我都翻了一下，对。但是因为女生东西多而杂而且乱，所以说没停止想了之后我就没有翻出来。我也帮王蒙翻了一下。好了，然后之后这个事情是我做的，然后跟别人没有关系，是我一个人翻的。他站起来当着所有人面说要做个公开道歉。第一，所有知道王蒙性格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他做的事情，那个公开道歉极其假极其演。因为他的我也翻了，你也翻了，你也翻了，郭磊的柜子我打开了，温伟的柜子打开了，而且昨天温伟一回来我就跟他道歉了，因为我们三个在现场的，所以我就跟我说，我昨天一回来我就说温伟，我有事情要跟你讲，我说我刚刚翻了你的柜子，我就直接跟他说了。如他们所言，昨天说我上来说第一时间跟我道歉，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一个真的翻过你东西，然后是为了找手机，甚至是为了查事实真相的人，在正门口碰到我，居然没有跟我提这件事情。而且我从进去，然后准备拿衣服，然后拿牙刷，拿所有的这个卸妆乳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洗发水啊，拿到那个里面那个洗澡的时候，是有很长一段过程的。那个过程所有人都在，外面女生在干嘛在干嘛，她完全有时间可以跟我陈述她刚刚翻我东西了，但是她没有。我跟她道过歉了，然后但是这个事情我害怕就是网友又把它放大化扭曲化，所以我必须在所有人当面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一遍，并且道歉，对不起大家。她只翻了我的，没有必要跟所有人道歉，这是个谎言。她为什么只翻我的？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太假了。今天所有的网友跟房客都在关心一个私自携带手机的问题。里面肯定是没有手机的，这是一场戏，蓄意的戏。真的只是听到了手机的震动声，我们才去翻了。这个事情我昨天已经有跟不在场的3W 有道歉过，下午我也跟所有人道歉了。是我在熄灯的前10分钟洗澡的时候，的确有听到手机的声音，而且绝对不是电动牙刷的声音，而且也不是从那个镜子后面传过来的，绝对不会是摄像大哥的。很多网友今天全部来刷屏，在说同样一句话，说我们是小偷，说我们偷了别人的东西，而且很多人说我今天跟所有人道歉是不对的，我应该单独跟3W道歉。我承认我翻了箱子，而且我也就是跟所有人也道过歉了。我做过的事情就是做过，我听到手机震动就是听到手机震动。这是一场戏，蓄意的戏，蓄意的戏。这种假话就根本让人觉得不知道从哪里还解释。三 W， 我想问一下，来完美假期的人有傻子吗？没有。如果仅靠挑拨，大家都可以就说不理你，排挤你。我觉得如果我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应该可以拿冠军。你要挖手机这个梗，第二周我要带手机早就被你们发现了，我何必忍第4周你们才来查我震动的事情，太可笑了，你知道吗？其实我对隐私的看法是很，就是说我可能是从西方回来的，就是说如果是有东西在震动的话，或者不管是谁的箱子，我会就是直接问那个人，嘿，你过来，我在你当面翻。我就事论事讲，你们刚刚编的那个故事有很多错漏点。有3个人，
自导自演自编了一场好戏，以听到手机震动声为借口开始翻我的箱子，他们只翻了我的，其他人都没有动，目的非常明显，没有人翻箱子。我能讲完吗？我能讲完吗？我的好朋友告诉我一共是四次，就是箱子是上下两层的，翻四次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心里非常清楚。还有我所有的不倒翁，所有人我没有哭，我没有哭，又哭也不是因为你，我先讲完你再讲。庄可人是谁很清楚，他的哭戏是我在这里面十二个人评论是最完美的，因为说来就来，说停就停，而且妆都不会花，这想必是练过很久的。当我哭的时候他竟然说不要演戏了这种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所有人都会生气会流泪会难受。99分，很棒，他们很好意地提醒我，3W 你回去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拿出来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不是你的东西。他说在这种节骨眼上想要把你踢出这个房子的人太多了，我心里很清楚，而且我非常清楚我之所以会到今天这样被大家骂成这样是因为什么。因为快哭，别人说我哭的时候最丑，别人说他哭的时候就想去心疼他，说他哭得真漂亮。对于他这个哭戏我给的分是99分，对，还有一分在于有点假，不太走心。昨天是谁先谁找的麻烦自己心里很清楚，要污蔑人需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借口跟理由，就如果你这么恨我，跟你这么讨厌我，跟你污蔑朱可儿一样那个样吗？这么恨我，这么讨厌我，你可以找很多事情赖在我一个人身上，包括之前的所有的这些，谁在这个女生宿舍做了很多肮脏的事情，谁心里很清楚。你要攻击我，连半张纸都可以。不是汪伟，汪伟，我跟你说真的，你让我说完话好吗？如果你要攻击我，半张纸都可以成为理由。所有都是成年人，都明白，不要装自己年纪小。哎，你讲快了，头好痛。不想听的原因是因为你心虚好吗？我心虚汪伟，昨天我说让人看睡衣的时候你怎么心虚不敢让我发啊？你少来了，我昨天说你来呀、啊、我说关机了，你搜到你是不是没接话？都放出去了。哎呀天哪，如果是为了找那个在震动的手机，为什么只翻我一个人的箱子？每个人箱子都有翻过。然后你们能找个好一点的借口吗？找一个震动看不见的东西，听到声音的。如果我们真想诬陷你温伟伟的话，需要找一个没有看不到手机吗？你天天哭有意思吗？汪伟伟，谁在天天哭啊？我还有你天天请那么多水军来我们的，我今天请那么多水军吗？我要什么请水军啊？请问请水军投票有意思吗？天天老是反客为主的人，颠倒是非黑白的人，我就忍不住有一种怒气到一定的程度我会发笑。就是如果真的打人不犯法，杀人不犯法的话，他应该死了很多次。我觉得只要在坐在这个沙发上有眼睛的人都看到这一点了。我没有跟你吵，我在跟他说话。我想说几句公道话。然后废话不要多说。然后还有就是，水军太多了，真的。你想表达？8/18的时候太多了。说重点，这个每个说重点。不是，关键是你知道吗？水军就颠倒是非，你知道吗？三个人房间的评论都是一样，全部一样。为什么怀疑你有手机？三三零，我就明确的跟你说，比如说，可是脸抓伤了，明明是应该你们俩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话锋一转，全部转到咱俩身上，而是说我打了你，焦点全部转移到我身上，所有人在黑我。明明是口红不知道怎么搞回事，现在所有人都说我偷了壳的口红，我扇你两巴掌，我打的，我抓了壳，很奇怪。而且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个细节，我相信也有网友告诉你了，今天你在厕所的时候你是站着的，你并没有上厕所。昨天到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翻了他的箱子，我可以明说，这个没人会骂我。最后悔的是我听到震动，没有把所有人叫上去当面翻。我知道，我从第一天到现在为止。实在太委屈了，如果我要死，我宁愿自己是自杀的，而不是被冤死的。我宁愿你站在我面前跟我说，我现在想翻你的箱子，但你必须先告诉我，没有理由在别人不在的时候看别人的东西，真的是非常不礼貌的。第二点，我不是怕你看出什么，包括你现在上去随便用什么仪器去探测。昨天我当场有回答，我说你可以马上探测，根本不是。请平复一下。根本不是他今天说的这个答案，根本就不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编造谎言呢？我哪里做错？为什么要被黑呢？真的觉得很奇怪，他讨厌我就讨厌我，但我从来没有用他对我那种方法对过他。
他可以离你们远一点。需要找一个没有看不到的手机吗？三位退房候选人。你看我